不是给他玩球球，他就没事了。啊，然后我去看那颗球，再给他玩，他不要了。马上玩腻了，倦了，厌倦了。对啊。应该可以吧。OK 啦，我觉得 OK 的。哼，完了，定位。可以的，赞了，完美，完美。可以啦，差不多就好啦。好了，就这个了，就这样子就好了。这个比较好。好了，就这样，就这样了。下面的一边的对高一点好了。可以 ，OK， 我觉得很行，我觉得很行，行，按下去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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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以，嘿嘿。噔噔噔！哦，听鸟叫治百病。我想，把它关厕所好。听鸟叫治鸟病。治鸟病？什么病？鸟的疾病。好，九分翻身。好，我真的是巨作，等我一下。好，他在那个，他在治疗他的。没有，还没。什么？我没听清楚。那是什么鸟病？他的鸟有出了毛病，他在治疗那个。我真的在盖鸟啊！等一下。Hello， 好 ，Go Go， 希望秋木看得懂这个。哎、欸，这是什么？看不懂、啊？什么？完了，看不懂。这个是，哦，这是很隐晦的表示。啊？很隐晦。啊？这是什么？我看到两只鸡。很隐晦。不是两个鸡蛋哦！啊，这是什么？啊啊！啊为什么手这么长？哦，可是它旁边是这一个，所以应该是指这样吧？这也太可怕了吧！好恶心哦！你一定是想错了。我应该怎么说呢？龟龟们可爱啊！很可爱啊，所以这是Facebook创办人吗？这是什么东西？自发的什么火烤吗？这到底是什么？了吧？这不会焦掉吗？哎，对哈，我忘记那个巧克力对箭头不是很明了哎。什么？我对箭头很明了好吗？箭头就是过去。原本，然后变成去向哪处啊？对啊，对对对，希望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吧？啊啊，是啊，是这个。原来这样就可以治百病了，这么强哦！大家多学一点好不好？是每一题都在写治百病吧？没有，我哪有治百病？你看我题目的人，我哪有写治百病？我只写治病，治病，治病。好了，我还针对某一种病呢、欸。有有有，你那个很厉害，很厉害。应该是那个吧？有东西吗？没有。这里面的颜色为什么怪怪的？啊？嗯。啊。哎。哎、欸，啊！怎么了？太多了，差太多了。怎么变这个？啊！来、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个是小燕的，还真的撞题嘞！撞题了，真的假的？小燕可以解释一下吗？我不知道，我在网上查的偏方，他说如果你闹到感染的时候。你可以先喝杯小苏打水，它可以马上缓解。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欸。我找不到打有什么呈现。苏水，苏水，苏水。所以红色表示发炎，没有红色表示好了，好了，好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哇，我这个好猛，居然。你也知道这个偏方术是那盖得很棒啊打的打那个怎么没有写盖得很棒填空题填空题填空题完了完了这个这个完了完了苏完了里面的苏打水就这个好像我查它有瓶装的那种，你知道吗？不是你这个苏打水都可以吧？瓶装水也可以吧？雪碧也可以吧？喝水可以什么意思？举很高？哪里有举很高？什么举？什么意思？下面举很高啊？哦、是举很高，是下面举很高哦。所以你的手那么长啊？什么？举高？你乳猪哦！可是你知道？哇！你知道我想说这个水一定很特别，所以水从哪里来？水从这个里面来。不是，是你很高，很高。蔡俊，蔡俊如厕。哈哈哈！太长了。厕所。很高。哈哈哈！水可以举很高。我想说，这么累吗？干嘛、啊？是便秘哦。这个举很高可以吗？啊！超难的，我妈教我的偏方，好不好？啪啪啪！他真的是疯狂拍手，哎，那是一天到晚的时候一直在拍手，然后手掌就拍的超级红彤彤，然后就会身强体壮治百病，真的。超难看！那个小燕，这两个是什么？啪啪！哈哈哈哈哈！很难看，你那个手，那手，然后那手红红的，很难看，你知道吗？我也看到手，凡心懂啊，我懂啊！你妈有教这个是不是？没有，我小老师教的。你看，真的有这个民俗疗法，有哎、欸，这个也有，看到手红彤彤，我，哈哈哈哈哈，看到手红彤彤，什么？哦，这样来的吗？喂，米菲，你可能要，你的病可能没办法治好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认同你。你以为这是比赞是不是？烂头可以。他以为是比赞啊，还蛮像比赞的。对啊，我以为他会有开心啊。比赞比到手都红了，有没有？
你最棒，我就来。哎呦！微笑比赛治百病，比大拇指都得治百病了，快！正面的心态，正面的心态最重要。秋风的，我出的。我过年的时候，我家人就是跟我讲这个偏方。哦，原来这是香麻油。香麻油真的也很难啊，对不对？麻辣的感觉啊，有没有火辣辣？其实香麻油不会辣、啊。哦，是哦。你不觉得巧克力盖的像那个吗？阿达一族吗？怎样？不是，很像那个希特勒。哪里？我真的猜不出来。我真的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我的香麻油治武汉肺炎没了。我是在找武汉肺炎，怎么没看到、欸？你盖的武汉肺炎在这里，武汉肺炎病毒啊！不是，他这盖的太像希特勒了，我一直往这个方向想。茶包治百病毒啊！茶包治口唇疱疹。还有什么好吃？哈哈哈哈哈！这是嘴巴长菜花吧？好恶，好恶！这是什么？哦，茶包哦！哎呦，哎，茶包出来了！哦，茶包还蛮像的。哦，嘴巴变成干净的嘴巴哦！嘴哇，你看得出来？有很多洞，很多洞哦。一般人不会想到嘴巴有那个病，口唇疱疹，好少见。这是什么东西？这每天的蛀牙。这是。你们看这里有线，这里有线，我哪里有半截？这里有线出来。嗨，所以要拔牙是不是？拔牙，拔牙是吧？啊，你的茶包长这样。拔牙偏方，一定有茶叶啊！蛀牙，蛀牙，好猛！原来蛀牙是可以治。我的是擦鼻孔，不是治疗嘴巴。鼻孔，能够治疗蛀牙也是很强的。治疗蛀牙，请刷牙。笑死我了！哎，什么？八头？然后那个哪一国的？不是我先盖了人，八部奇妹妹吗？下面有这些头颅，八个头啊！盖了人，后来扒下来的吗？啊，八头就是八颗头嘛！哦，原来是这样。完了，完了！你看他的手还有像是特异功能，有没有？咻咻咻咻，要八头的感觉啊！咻咻咻咻咻咻，献祭头！哇塞，这手巫术，巫术啊，巫术的资历啊，有没有？嗯，什么？这不是偏方了吧？八头啊，等一下。哈基八头到底可以治什么病？啊，就国外有个人说什么，就是有一些什么有什么问题就是八头啊，我到时候找那影片给你看。拔不起妹妹就八头，哎、欸，拔不起妹妹就八头。八头治脑残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先剃头颅啊，没错。好可怕哦！好可怕哦！等一下，等一下。鼻包骨，我靠，就是美国，他的鼻包骨，真的啊，很瘦哎、欸。火焰治疗法，有人喜欢喝排骨汤吗？辛苦你了，等一下，鼻包骨的骨头，这是魔物猎人吗？我靠，这是美味，好好吃哦。这好像不是治偏方了。我要把它倒到偏方去，你知道吗？这是私什么私房菜还是什么的吧？是带骨肉被身体吧？哇，好好吃哦！看起来好好吃哦，美味美味，太好笑了。
好累。哎、欸，哇！没关系啊，下一个就歪了。同样的，下一个就歪了，应该是一样的。他自己，你们真的，哎、欸，女生都对尿道炎很很重视。对啊，你怪是怎样？我有帮你挡哦，这一进来不会马上看到，自己决定要不要看。完了，歪了，歪了。水啊，哪里有热水？龙岩块啊，龙岩块哦，这是苏打水，热水，来了，完美！哎呦，哎呦，好烫哦！不要碰我的头啊！因为我在你后面接你的顶，站起来了。上面盖到水，哇，这个超可爱，好可爱，你站起来哦，反正你的机器好惨，我就说我在盖巨座啊，反正你的机器好巨大。小鸡尾鱼，旁边还有那个不灵不灵不灵，好笑，100分，超过100分，细毛，细毛的，哇，这个代表是什么？哦，里面好多哦，因素，中毒的，100分，哦，100种因素，哦，100分，米菲盖的，米菲你会盖猫了。像吗？有有，至少看得出是猫了。有，他之前都会盖一些奇怪的粉红生物。那你中间这个猫怎么这么瘦？没有毛，太真的营养不良，有点短，吸光了，太吸干了。哎、欸，对，有哎、欸，遮光盖的啊，吸猫治百病哦。有一模一样，嗯，还有吸血的东西哎、欸，哇，哎、欸，这个很好哎、欸，这个是什么啊？像那种感觉有没有？哦，有哈，小恩，你的猫也太多了，这个猫太巨，我本来以为是要吃猫，你知道吗？巨人吸猫哦。可以填饱肚子，对啊。巧克力的菜橘子并有烤面包香啊你拿去烤过面、哦、包真的有烤面包香啊太好笑了面包香哦还有用洋葱解皮塞是洋葱哇这是对吗为什么洋葱啊是哦洋葱可以啊洋葱解皮塞这感觉好像大蒜哦洗手没吃过没、啊？你喂什么草？什么草？吸什么草？感觉好像猫哦。猫草。哇！我这什么例子叫我？从往下看，从下往上看，从下往上看，好草啊！哇！难怪秋风菜也这么狂。对啊。哇，好强！草本植物，感受大地精华。然后看他身体红斑，哇，我身体好红。那是过敏，那是过敏反应。哦，感觉很像红斑性狼疮哎。看一个那个简易版的，简易版的。这是什么东西？裸体啊，红斑啊，吸草啊，都增强体壮。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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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你是不是在骗我？你就插个光圈哎、欸，对对对对对。那这群猫子，而且你把它往上，就感觉要升天，有没有？你是不是在骗我？你往上好像在升天啊！升天，你是不是说我的建筑没救了？我没救，我不想看了。从此啊，从原来没救，只是建筑没救，救吃自己的，吃自己的。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哎，垃圾啊！尿道炎的就要吃尿道炎，你们就会吃到很多怪怪的。我是气管炎啊，尿道炎。阿金，你刚盖那个吸草本的啊？我刚从他屁股里面慢慢钻进去。你刚刚吃了繁星巨大的鸡鸡，太好笑了。我嘴巴好酸啊！好了，我们的偏方完了啦。下一题，下一题，太偏了。啊！不要。哎，我过年是真的哎、欸。我那个亲戚朋友都说，哎、欸，用香麻油擦鼻孔可以杀死武汉肺炎。他们要去团购香麻油。没有根据的东西，商人的阴谋吧。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笑。香麻油厂商的阴谋啊！对啊，我问你，香麻油。你们要团购了吗？不需要。下一题，下一题。欢迎啊，来啊，来啊！小燕这么久没参加，想一个题目来啊！哇！哇！想一个啊，不然你就重新做了。好难呢、欸。重新做的是你哦。他呛我。想一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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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戴口罩。严重了。过年刚过，那不然就出跟过年有关的题目好了。有，我们出过年菜了。过年有关的题目出了很多。讨厌的行为呢？过年最讨厌吗？我记得好像有什么过年最讨厌被问的问题，是不是、哦？还是最常被问的问题？嗯、你要不要重新做人之类的？好难哦。嗯，你先多喝水，先多喝水，慢慢想，大家也可以想想。观众交给你们了。哎、欸，我想不到哎、欸。他们都说要包红包了、欸，再重新做。不是因为太多题目都出过了，这真的是很难想。那我们玩了50届，最少有100个题目了，超难的。之前有给粉丝 Q&A， 可是都能用的也是不太多。对啊，什么题目都出过啊，游戏啊，然后电影啊，然后重新做人的也出过了。对，重新做人连性转都出过了。看一下。嗯，这过年的都出过了，大多数。哎、嗯，等你的三四年了。嗯、最难买到的商品什么东西？口罩吗？口罩啊，但大家都觉得盖口罩啊，一个礼拜只能买2个哦。
他们还叫我们盖对联呢、欸。对联是怎样？好难哦、喔。这么狂、喔，对联好难、喔。傻了吗？不过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很开心吧，因为延后开学。不是连毕业也延吗？他们暑假也缩短。对啊。嗯。他们就是调整。但应该还是很爽吧。对啊。过往都觉得寒假很短。啊、反正有对啊，反正有放假他们就很开心。而且那个强制停止暑服哎、欸。对啊。韩服啦，韩服，韩服啦，韩服，韩服，是太久了啦，那个太还没到这就先停了，呸，对呀、啊，那个服、啊、那个韩服都消失了、欸，哎，这不是很爽吗？就只能待在家里。如何治疗烦心的鸟鸟？听起来，我关麦了，不要这样，我关麦了。如何让鸟感谢鸟牛可以不要那么快乐？有出过什么回到过去之类的吗？回到过去要干嘛？就是、回到高中时期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跟同学告白是不是？是这样吗？哎呦，哈记有被，哎呦。哎呦，没有，我是说举例。哎、欸，突然想到了，刚刚是什么治病偏方？有没有什么减肥偏方？减肥偏方哦，哎呦，吃过，减肥那蛮多的。刚刚你们在治病嘛，现在来减肥好不好？减肥偏方啊、哦。可是减肥偏方好像都是那些，对不对？而且要偏方哦，不是可比较可行的那种运动那种可行的不算。你妈妈有就没有了？你妈妈多半都是吃什么什么？减肥出过了，真的还假的？减肥出过了，出过了，哇！减肥的方法，哇！好像有类似的，我第五届就出过了，好早啊！哇，连哪一届都知道、哦，哇！都有人做好 wiki 了吧？哇，减肥是蔡渣那边，这边没出过。哦，不是我们出的、哦，我们好像也有哎、欸。他说跟阿是偏方是方法啦。最肥的他的减肥方法之类的、哦，那时候是阿进被霸凌那样子，嗯，应该叫阿进回来修理你们，没办法，我本来都有邀请阿进来，结果他星期二都去上减肥课，是认真的健身那一种，所以我那个星期二晚上他都没有办法参加、嗯。那你有问他成效吗？他的成效，你看他的影片不就知道了吗？他成效不是很好吗？对啊，应该还算不错吧。我觉得应该是变健康啦，不一定要瘦。健康。你团团也是啊，瘦到超夸张的。团团也瘦很多哦，超瘦超多的。是哦，你看，就说做实况组就容易瘦嘛。没钱吃，没钱吃饭啊。没钱吃饭就会瘦。每日每夜的剪片，结果薪水还比 Seven 的员工还少，好可怜哦！为什么听起来很可怜？哎，什么嘞？他们叫我们盖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布丁主题啊，盖出来就变成全部都是什么斧头吗？我没说。下去，都把你埋起来、啊！太好笑了。黄标的原因，我们好像有盖过吗？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黄标过吧？对啊。到底要怎样才会黄标啊？
我教 你想试看看，就像你那样啊。我那样怎样？嗯、我哪样？你某方面也算是另类的黄标啊。嗯，最想看的是啊不 no 什么？嗯，不行，这个是我的。有人说盖 CP 啊 ？No 会撞题啦。迪士尼王子系列。也会撞吧，我们好像有盖过公主系列，是不是女角色系列？嗯，对，王子没有，迪士尼女角色。可是迪士尼王子没盖过，王子啊，就蛮少的，是不是？因为根本不晓得有谁。对啊，那个白雪公主的王子叫什么？白雪，我知道，叫那个。那個、白雪公主的王子不是叫什么名字忘了，可是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太害羞了，所以难怪我们没有出这个。第一个好像被拿来当做主角的男性，好像是阿拉丁欸。我知道，就是他的名字被当做片名，然后当主角这样。哦哦，因为对。之前好像都是用女生，就是公主的名字当片名。啊，真的，这个听过或自己做过最扯的翘课理由？翘课理由？请假理由我们概过，但是翘课，翘课不需要理由，翘课不需要理由。对啊，翘课为什么要理由？翘课，翘课的借口，借口，不想上课啊。被曾经因为怎样被记过？哇！如果没有被记过了怎么办？听过也可以。他们一直叫我们盖呼吸法啦，会撞啦。呼吸法，呼吸法。SCP what？ 有人说盖 SCP， SCP 是很多种的，可是那个谁知道哦？对啊，自创啊！哦，自创 SCP 吗？啊，可是它是有功用的，不是吗？它那个还蛮严谨的。对啊，不是 SCP 网站吗？有啊，挑一个然后来。听过最扯的记过理由啊？或是那个啦，网路上让你最有印象的那个什么，就是一句话那种叫什么网路梗。你最棒了，我最烂，你最棒，我最烂，我最废，我最烂，我刚盖出来了呢。你最棒，我最烂，类似这种啊，一起烂。可以啊，盖梗图嘛。好啊，梗图。哦，有兴趣吗？感觉可以玩看看啊！哇，好难哦！可好，我要找梗图。但是刚刚有人说好难哦，感觉很难。我刚刚听到巧克力说好难。搜寻梗图，嗯，我先搜寻梗图。迷音嘛，这个叫迷音嘛，对对对对对，迷音梗图、迷音都可以。就是会不会很多人都撞梗？我们讲的就是一句话嘛，对不对？完了，这会撞题，我一定好。我不管，就努力不要弄到撞你啊啊！好，我知道了。这个我曾经笑超久。地狱梗图。哦，你太邪恶了吗？不是吧？你要说地狱的？哇哦！哇，地狱梗图好没良心哦！是了吧？地狱梗图，你们到时候就不要笑。哦，开始了，好。嗯，这个好了，这个。好哦，反正是我出题。嘿嘿，好难哦！我可以这个图，大家去查做的图，真的很坏，真的会让你不小心笑出来。我这个好了，这个。
地狱的可以吗？我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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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死的该出来。我真的要出哦！你要出？我这个会不会？你不要跟我撞地狱哦！应该不会。我就撞，有没有？好，我想到了。我有点怕，我这上去会不会？我觉得我的年纪比较轻哦，你呗。好，那我改一下，好了，我看看。真的撞死我！我有点怕。我要弄个可爱一点的。你看，有人就说真的笑出来了，对吧？那个图就很爽朗的笑，会让你也会心一笑。这个很有名吗？这句不是很有名吗？难道我们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哇，你是老梗图哦。那是流传千年的梗图，我到现在都还有看过。啊，我的比较新哎。以前在 Building Can 出来，后来变成梗图的，算不算红色梗图？那如果撞题要怎么办？就是红色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怎么撞？怎么那个会撞啊？我觉得你会撞啊，你不要出哦。那个会被巧克力撞，你会被人撞，会被人撞。我会冲去撞你啊！米菲，托比，等一下，等一下，我在打字。啊，你是打多长啊？天哪、啊！哎、欸，梗图有这么长的字哦？古今中外的有没有？有很长。等一下啊！啊！我是巧克力人。哎、欸，我就在米菲后面。等一下，哦，好老哦。哦，我反而没看过哎。秋风他真的好老。这个我真的……哎、欸，我没听过巧克力。我要看一下这张图。你去谷歌，你去谷歌，你会笑出来。原来是这个。哦、这很难盖。我以为你在讲什么？你是笑话嘞？你太坏了吧！不是冷笑话，你要盖出来。对不起、啊，是不是？那个他很爽朗的笑，真的。我以为真的以为你在讲什么冷笑话、欸，还去找梗图哎、欸！不是，他笑到我看不起。反正太快了。天哪、啊！好了，这我下地狱我也甘愿了、啊。你们都用地狱梗哦！天哪、啊，你好坏哟、哦！你也笑得很开心吗？所以我们要把那一张梗图盖出来哦。对，好烦哦！靠，这个梗图好烦哦！完了。那我觉得我输了那个很难盖耶。可是后面不一定知道是这个啊。天哪，这也太难盖了。现在都有定义梗图了就对了。天哪，我觉得还好，我这边拿到鬼鬼的还好。哇哟！天堂梗图不行了，为什么笑？还有天堂梗图。